作者按摩师，演播画骨浮白，后期制作林恩。第110集。耽搁大厅，段月三人找了个无人的角落坐了下来。哎呀，这耽搁架子太大了吧。一坐下，赵启瑞就不满地开口，他堂堂王爷什么时候这么等过人呢？啊，齐王爷别生气啊，依我看那刘光确实是在炼制，你没看那管事没通禀直接过来了吗？应该是凑巧了吧。段月安慰着说道，只是他脸色呢也十分不好。哎，两位消消气了，为了吕某两位辛苦了，等这事情一了，我保证请两位好好爽一爽。吕阳则是陪笑。嗯，那行。赵启瑞一听这话马上笑颜逐开，那我等着吕所长的安排了。只听轰隆一声，萧雅的炼制室此时大门终于打开了。陈少，你这就要走啊？炼制室中，萧雅跟在秦晨身后亦步亦趋地走出，神色之间充满了莫名的情愫。仔细看去呢，萧雅身上气质跟昨天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果说昨天的萧雅呢是一个绝世美人，那么现在她如同一个跌落凡间的仙子，浑身上下流露出一种出尘的气质。啊，既然血灵池液已经炼制成功了，张英和林天也进入状态了，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，不走还留在这儿干什么？微微一笑，秦晨摆了摆手。原来呀，昨天夜里在秦晨指点之下，萧雅和刘光已经把血灵池液炼了出来。只不过呢，血灵池液十分危险，一不小心就会爆体而亡，甚至啊对生命造成威胁。因此秦晨把林天和张英叫来炼制室之后，亲自把关，指点两人吸收血灵池液，一直到刚刚两人彻底陷入稳定，这才放下心来准备走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送一送陈少你。上前两步，萧雅嘴角含笑，散发着莫名的气息。萧雅阁主何必这么客气啊。秦晨额头那叫一个大呀，自从昨天炼制之后，萧雅阁主似乎变得更加客气了，甚至隐隐约约对他接连诱惑，让他是无语之极呀。那怎么行，陈少你可是我耽阁的贵宾，而且昨天的炼制萧雅也受益匪浅，怎么能让陈少你独自离开？眨巴眼睛，萧雅嘴角勾勒笑容，露出狡黠的神态。昨天的炼制可谓是惊天动地，让萧雅惊为天人，他从不知道炼制能做到这个地步。在秦晨指点之下，他竟然真的炼制出四阶的灵液，让他整个人受到了无比强烈的震撼。后半夜，秦晨指点林天和张英吸收血灵池液，他跟刘光陷入感悟之中，直到刚刚秦晨准备走了这才清醒。经过一夜感悟，萧雅感觉自己在丹道方面的领悟有了一种全新的突破，眼前有一扇崭新大门打开了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。他隐隐有种感觉，此时的他呀，哪怕没有秦晨指点，也能炼出一些基本的四品丹药来，这让他如何不惊不激动不感激呢？成为了四品炼药师，这些年呢他不断苦修，但始终没有突破的迹象。自从认识秦晨之后，仅仅两次炼制让他突破桎梏，达到了四品炼药师的境界，这让他深深明白秦晨的可怕呀，也让他深深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明智了。阁主，陈少，我也来送一送陈少吧。这时候刘光从炼制室出来，神情恭敬。经过一夜感悟，他也收获无比巨大呀，甚至隐隐有种朝三品炼药师突破的冲动，对于秦晨的崇拜啊，前所未有。这你们，秦晨无语了，能不能别这么客气，太别扭了。哎呀，萧雅阁主，刘光大师，
你看你们身上都这么脏乱，走到大厅让别的猎药师看见，这太丢人了吧，不如先换身衣服再说。昨天炼制十分的辛苦啊，两人身上沾染了不少药液还有污渍，的确有些有碍沾观。那我们就先去换身衣服，再来送陈少你。萧雅脸色一红，跟刘光各自去换衣服。秦晨看见两人离去，转身走向丹阁，准备自行离去。此时丹阁大厅，哎，话说刚才丹阁那服务员质量真不错，一个个颇有姿色呀。望着大厅里的服务员，齐王爷三人双眼放光。这等待的日子他们也没闲下来，不断偷瞄周围的服务员。嗯，这小子怎么在这儿？突然齐王爷目光一寒，整个人猛地站起来，眸中射出了一道阴冷的寒芒。只见从丹阁里面走出一个少年，模样俊秀，这不是秦晨还能是谁呢？哦，齐王爷，你认识这家伙？见到赵启瑞神色阴冷，吕阳不由得疑惑道。哼，自然认识，还很熟呢。脸色阴沉，赵启瑞咬着牙，眼神愈发冰冷。想到那天在秦家被秦晨威胁的场景，他心里有一种无名的怒火熊熊燃烧。身为大齐国堂堂的王爷，竟然被一小屁孩威胁，这种耻辱感可想而知啊，前所未有啊。而且假如不是秦晨阻挠，齐月池恐怕已经早已落入他们手中了，成为他的身下之臣了。想到秦月池绝美的容貌，赵启瑞心头便是一热，小腹中更像有火烧起来，目光顿时更冷了。心里一动，赵启瑞跨前两步，瞬间拦在秦晨身前，冷笑道，小子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哼，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这些天呢，心中的憋屈始终无法发泄，忍不住想给秦晨一个教训。秦晨一开始呢，没注意到赵启瑞三人，他的心思呢，完全放在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儿上。如今，他修为已经突破天级了，各项指标也提升到一个惊人的地步。但他清楚，凭这些呀，想找到风少与他们报仇，那是痴人说梦。而且现在突破的快，那是因为基础打得牢，到了后面，每阶的提升都得消耗大量的时间还有宝物。如果窝在区区大齐国，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。因此，他也在勾画自己接下来的目标还有计划。重活一世，秦晨最大的优势就是能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，前世所走的一些弯路、老路完全可以摒弃了，而选择一条更加轻便、更加强大的路。正思索着，就见一道人影突然拦住了自己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冷喝。抬起头，看见赵启瑞站在自己面前。赵启瑞，眉头一皱，秦晨面露不悦。你拦住我做什么？我来这干什么，用得着你管吗？心里莫名其妙啊，这个赵启瑞自己没找他麻烦呢，他却来找自己了，真以为他是大齐国王爷，自己不敢动他了呀？小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敢直呼齐王名讳，不要命了？早看出来秦晨跟齐王不对付，不等齐王开口，吕阳就忍不住了，直接呵斥道，这么好的拍马屁的机会，如果不好好利用，那就是可惜了。你又是谁？秦晨皱眉，老夫私房所所长吕阳。高傲的抬起头，吕阳神色傲然，小子，看你年纪轻轻的，不忍你家破人亡，我劝你啊，好好跟齐王爷道歉，否则冷笑两声，吕阳面色冰冷。否则怎样？秦晨冷笑，斜视吕阳，私房所所长，难道昨天那事儿私房所没吃过苦头，居然敢来丹阁撒野？看了眼赵启瑞，
秦晨心里一动，不禁恍然，难道这私房锁想通过赵启瑞跟丹阁说和吗？嘴角一斜，忍不住想笑了，这吕阳哪来的自信呢？自以为丹阁会卖他赵启瑞的面子。小子，你什么眼神啊？眼神出流露出的邪腻和不屑，让吕阳勃然大怒。没空跟你们这闲扯，我有事儿呢，给我让开。脸色一沉，懒得理会他们，秦晨一声低喝。小子，你得罪人就想走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伸出肥肥的手掌，吕阳就要去拎秦晨的脖子，只是他的手才伸到秦晨面前，啪的一声，突然一道幻影闪过，秦晨右手抬起，猛地把吕阳手掌抽飞了，一股剧痛传来，吕阳疼得嗷的一叫，发出了惨叫。再低下头，自己的手掌已经红肿起来了。我再说一遍，给我滚！冷视吕阳，秦晨眸中绽放出冰冷的寒光。吕阳只感觉一股寒意笼罩着他，身子一颤，仿佛坠入了冰窟，从精神层面上感到了恐惧。噔噔噔，情不自禁退后了两步，背后渗出了冷汗。但猛地回想到身处的场所，吕阳硬生生止住脚步，脸色涨红，神色无比愤怒起来。自己可是堂堂私房所的所长，竟然被一少年吓退了，让一旁的齐王爷、段月大师看见了，以后还有何脸面呢？小子，你找死啊！暴喝一声，吕阳朝着秦晨扑来，眸中闪过一丝厉芒。秦晨心里一冷，如果吕阳真敢动手，自己不介意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悔。哎呀，吕所长，住手啊！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一声高喝传来，紧接着一道人影从大厅里呼哧呼哧跑了过来，急忙拦住了吕阳。正是私房所第一副所长吴旭。我去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被吴旭拦住了，吕阳眉头一皱，十分的不悦。哎呀，吕所长啊，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丹阁惹什么事儿啊？苦笑一声，吴旭一脸的无语。现在私房所正处于危机之中，这吕阳倒好，表面上来丹阁求情，到了地方居然又跟其他人起了冲突。丹阁是什么地方啊？岂是你能大呼小叫的场所？万一惊恼了这里的炼药师，恐怕事情会变得更糟糕。哎呀，这位小兄弟，在下私房所吴旭副所长，不知吕阳所长跟阁下闹了什么矛盾呢？千错万错，是我私房所的错，还请阁下千万见谅啊。对着秦晨一拱手，吴旭客气道，哎呀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阁下可以走了，实在是抱歉呢。鞠了一躬，吴旭态度诚恳，他也不知道秦晨的身份，但这时候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吴旭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吴旭什么意思？到底自己是私房所所长，还是他是？有意思，吕所长啊，看来这私房所做主的好像不是你呀。目光一冷，齐王爷也在一旁嘲讽。这听了齐王爷的话，吕阳气得要炸了，都怪这吴旭捣乱。看见没，齐王爷都生气了，知道自己昨晚耗费多大精力才请动他吗？我去，滚一边去，是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对着吴旭怒骂一声，吕阳转头重新拦住了秦晨。小子，你让你走了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跪下给齐王爷道歉，哪儿都别想去。叉着腰，吕阳一脸的嚣张。你是认真的？眼睛一眯，秦晨看向了吕阳。谁他妈跟你开玩笑？因为私房所被丹阁封杀的事，吕阳心里早憋了一肚子火，此时呢，忍不住发泄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还就不走了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。双手环抱，秦晨突然又不想走了，嘴角噙着冷笑。这个吕阳啊，还真当丹阁是他的私房所，
以为傍上个赵启瑞他就可以嚣张了。吓子，你找死啊！吕阳勃然大怒，居然连一少年都看不起自己，这如何能忍呢？走上前想要动手，吴旭急忙上前拦截，急道：哎呀，吕所长啊，处理事情要紧呐。滚！一脚踹在吴旭肚子上，吴旭是没防备，顿时被踹飞了，重重摔倒在地。指着吴旭，吕阳怒道：吴旭，你给我听清了，我才是司房所所长，你只不过是个副的，别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。这一脚踹出，吕阳是心头大爽啊。这个吴旭平素里对自己不怎么恭敬，现在竟然指手画脚到自己身上了，而且他还当着齐王爷还有段月大师的面，真是太不给自己面子了，不教训一下，真当私房锁是他的不成？继续下去估计快爬到自己头上了。啪啪啪，一旁呢，赵启瑞拍着双手，嘴角犯笑道：吕所长霸气，早应该如此了。段月也点头，看着吴旭一脸的不屑：在血脉上帝，哪个学徒敢这么跟老夫说话？哼，分分钟会被老夫开除，哪跟他费这么多话呀？齐王爷、段月大师，两位说的对，是我这前仁慈了。吕阳连连点头：齐王爷你放心，今儿个看我怎么替你教训这小子。怎么回事啊？正说着呢，突然一道声音传来，旋即两道人影走到秦晨的身边，正是换好衣服的萧雅还有刘光。陈少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眉头一皱，萧雅面带狐疑：哪来的家伙，多管闲事，滚一边去。连人的容貌都没看清，吕阳忍不住怒喝道：这怎么回事啊？不过是教训一小子，三番五次被人打扰，这年头是个人都敢找自己麻烦吗？齐王爷一脸冷笑看了过来，心中冷笑道：这小子似乎来熟人了，这样正好，一并教训。段月也是赤笑的看过来，这一看三人眼珠子全瞪圆了，色眯眯的盯着萧雅，眼中尽是淫荡之光。美人儿啊，这可是大美人儿啊。看着萧雅，三人都震惊了，一个个心潮澎湃，眼睛再也移不开半分。她身材曼妙，火辣无比，胸臀饱满，纤细的蛮腰就像柳枝一样勾勒出曼妙的曲线，让人看上一眼就血脉奔张啊，小腹中好像着了火一样。这世上竟有如此火辣诱惑的美女。你来的正好，这小子得罪了我们齐王爷，你说说看该怎么办吧。嘴角一斜，吕阳傲然道：齐王爷。萧雅和刘光纷纷看过来：正是本王。赵启瑞露出一个自以为潇洒的笑容，眼神中露出淫邪之色：这位美女啊，这家伙得罪我了，不过看在美女你的份上，我倒可以考虑考虑放他一次。这样吧，只要你陪本王吃个晚饭，本王既往不咎，如何呀？你说什么？刘光听了顿时大怒，走上前来，浑身怒气腾腾，竟然有人敢在丹阁调戏阁主，找死吗？抬起手，萧雅拦住刘光，似笑非笑地看着赵启瑞，眼神却有些冰冷，微笑道：你就是那个臭名昭著、人称风流王爷的齐王爷赵启瑞。刘光听了这话，身体情不自禁地一抖，怜悯地看了看赵启瑞。他知道阁主以这种口气说话时呢，往往就有人要倒霉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吕阳面色一沉，忍不住走上前来：陈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懒得理会对方，萧雅走到秦晨面前，皱眉问道：这几个家伙拦住我，非要我跪下给这齐王磕头认错，否则不让我走了。
还要给我好看。秦晨面无表情地说道。有这回事儿？萧雅、刘光的表情瞬间变了。